的真神，我要悔改，离开神之后，我自己随便活的罪，求神饶恕我的罪。基督通过死在十字架上流血，复活，上了魔鬼的头，赦免了我一切的罪，打开了相见神的路。我相信只有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就是基督。现在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为我的基督，我生命的主。求神进入我的心中，永远。